今次是香港最大型的跨體系統投資，將會提供資訊、娛樂、學習、購物、遊戲、通訊、運輸一體化服務。業內人士估計，天網聯動將會成為香港最龐大。連學民已經收購了幾間發展科技資訊的公司，聽講話佢仲想買一個人造衛星。如果成功的話，佢將會擁有一個完全由佢操控的資訊網絡。佢錢越多，生意網絡就會越大，可以隱藏的秘密就會越嚟越多，吸佢罪行亦都會越嚟越大。我哋要盡快阻止佢生意王國繼續擴張落去。如果唔係，將來要對付佢就越嚟越困難。呢度全部都係 L B 個 U S B flash disk 裏邊嘅 data 嚟嘅，全部都係超越控股集團嘅帳目。偏偏就找不到連學文和任何恐怖組織的有關交易資料。是啊 ，Madam， 我哋已經分析過曬所有嘅商業資料啦，裡面的而且確咧係有幾單嘅內幕台底交易喺度。咁但係我哋查過之後，只係一啲商業嘅詐騙手段，同恐怖組織完全拉唔上任何關係嘅。可能阿彪就係爭呢一步，佢已經盡曬力噶啦，攞到啲交易資料已經唔容易，我哋應該多謝佢。我同信侯通過電話，連學文喺香港嘅影響力越嚟越大，佢唔想再拖落去，希望盡快解決連學文單 case。我哋嘅行動既然上次咁有成效，好應該繼續落去。Sir， 連學文已經對身邊人加強防範，再派探員入去，佢一定會好危險，而且 Sam， 呢單 case 由你 in charge， 我哋人選由你決定，希望盡快聽到你好消息。This is an order。Yes, sir。歡迎你加入 CTU， 我係呢個 unit 嘅 leader， 總督察宋樂琪，放咗工之後可以叫我 Sam。CTU stands for Counter Terrorist Unit， 主力負責反恐，工作方面包括情報、調查、防範同埋打擊一切恐怖活動。基於保安守則，我哋嘅身份同埋工作係絕對保密，絕對唔容許同親戚朋友或者隊員之間透露任何 case 嘅內容細節。case 完結之後，亦都唔會見報上電視，所以你哋冇機會成為警界明星 ，understand？ Yes, madam。CTU 主要分 action 同 support 兩個 team。action team 主要係負責策劃同執行行動上嘅工作，至於 support team 負責支援行動工作，製造我哋行動需要嘅工具同埋仿真道具。電腦組進行所有分析同埋調查工作，包括 hacking、decoding。另外仲有聲聞處理組負責分析同整理聲音。同製造特別電子工具，方便行動需要。黎嘉明，你去同羅督察報道；馬志勤，你同何督察報道；唐寶儀，你揾 Eddie， 佢會安排你工作。Dismiss。Madam， 咁我咧，你跟我嚟。佢喺三年前由 CTU 安排深入超越控股集团，成为集团总裁连学文身边嘅近身保镖。连学文同恐怖组织佢有关系。呢几年嚟，阿彪攞到唔少重要嘅情报，但系好可惜，喺未攞到足够证据起诉连学文之前，已经暴露咗身份被杀。CTU 而家需要安排另一个人深入连学文身边。連學文將會進行一個導彈交易，我需要知道時間同埋地點。呢個 mission 會好危險，連學文將會對身邊嘅人加強防範，接近佢會更加困難。你有三日時間考慮，唔需要即刻答我。Madam， 玩個遊戲啊，估下男定女？女啊！我估系公王，你考虑清楚噶啦。
快脆哥啊，唔該只熊熊有事冇事會打俾你啦，你望住電話發吽就睇死咩？你俾同情心好唔好？人哋無依無靠啊，依家咩客都有噶嘛，打食個餐飯啊，都仲係好朋友啊。嗰餐飯食咗你成份糧啊，同佢一食咁貴啊，佢一隻咩嚟噶？啊，專業女性啊，女性啊，你再做呢個手術就啄你啊！打俾佢又唔知講啲乜嘢好，又係廣告。啊，不如 send 短信俾佢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梗係好啦。有乜嘢又新奇又刺激又好玩嘅？諗下喂，我嚟諗下啦。只要你哋死啦，猜謎語好唔好咧嚇？猜謎語好，好，好，鹹濕鬼得唔得噶？你老唔識諗第啲嘢噶咯嗬？有乜嘢係越洗越污糟嘅咧？快脆。咁答案係咩啊？你平時洗嘢啊？用咩洗啊？水啊，咪咯，水咪越洗越污糟噶啦。喂，系喎，好有啲规矩啊，喂，有咩规矩先？我两点前已经坐咗喺度噶啦，话明加两蚊就有油菜噶，咁而家点解冇啊？喂，大哥，你一路系咁谂，谂到两点搭一先落 order， 咩菜单都转晒啦。喂，哇，你真系恶喎吓！食嘢唔使諗下㗎嚇，點知道啲嘢食唔食落肚啊？真係一茶餐廳扮曬高檔，我唔嚟幫襯啦，你冇糧出添啊！你試下講多次，講多五次啦！隊長，係咪隊長啊？喂，昌哥識嘅識嘅，照樣做啊！唔該啊，唔該啊，嚟啊嚟啊！昌哥，隊長，邊位啊？李堅強隊長，范樹根紀念中學足球隊踢後備嗰個史一鳴啊！有啲印象，有啲印象，有啲印象。做隊長啊嘛！啊，係係係，我有踢過波，係唔係咯，我記得嗰年咧，仲有一年啊，我咧踢後備噶。你嗰年咧帶領我足球隊咧參加呢個校際比賽，臨尾嗰五分鐘咧換我落場啊！你仲帶住個波咧去到龍門前一射，點知太嬌個波咧撞正我頭入咗網，我攞嗰年咧攞季軍噶。誒個牌咧我仲孭住噶，呢個牌咧係隊長你送俾我噶。哦，係。係啊係，喂，呢個快幾嚟啊？喂，得閒電聯，電咩聯啫？嚟都冇個電話，坐一陣先啦。你叫咗嘢未食啊？喂，全部過嚟過嚟過嚟，坐一陣先啦，傾陣偈啊嘛，咁耐冇見係嘛？個真係未？全部叫隊長啊！喂，叫隊長啦！隊長，哇哇，好大樣喎 ！OK 啦，隊長依家喺邊度發財？使乜閂門啊？其實我喺中環有五間律師行同埋兩間會計樓，仲有三間酒樓，咁大概係咁咯，冇乜嘢。其實問你都多餘啦，隊長學校出曬名，讀書醒，踢波勁，追女仔仲冇得頂添。我當真係我偶像嚟㗎，你搞啲生意一定好掂啊。Yeah，OK，so far so good 嘅。不過今日就有啲黑，你知我平時又唔中意啊嚟呢啲地方食嘢，中意去間大酒店食嘢。點知第一次就賴嘢啦嚇！遇著啲咁嘅衰神，啲服務態度差得很啊！佢哋冇乜嘢嘅，係嘛？大家街坊家嚟茶餐廳打等啦，唔同隊長你啊嘛，個人自忙啊嘛。喂，你又搞緊咩啊？隱形戰隊現已熱播中，想睇更多嘅精華片段，就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。